耶稣听我，我知明，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为救有退缩。副歌甲是讲好，好下好，就是讲食一个人唱，一道拢装好，叫做好。是耶稣听我唱三摆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安怎我会知呢？有记载伫圣经，有写伫圣经，记载就是写。第二节，耶稣听我替我死，有将天门开到二，开到二就是开到大大，开到大大大二二。我的垃圾已洗净。啊，咱是罪人哦，犯罪人，咱垃圾，大家人拢垃圾。我的垃圾已洗净，给伊囡仔入内面。第三节，耶稣听我，甲我行，在我身边免惊吓。啊，耶稣甲咱行，咱无惊咯。我若听伊到路尾，啊，咱听伊听到路尾，唔是听一半啊，唔是听三几礼拜，是听到路尾吼。伊会带我见天父，伊会带我来见上帝。上帝就是咱的天父，好咱三甲来饮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。耶稣听我，我知明。因为记载伫圣经，细汉囡仔虽软弱，为求有退缩。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耶稣听我，替我死，有将天开到你，伊洗净，予伊囡仔入来面。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。圣经第三章，耶稣听我，在我身边免惊吓，我若听伊到路边，伊会带我去天边。是耶稣听我，是耶稣听我。是耶稣听我，有记载伫圣经。有会读音，所以咱只耳科叫做读音。即耳科读音，即读无耳科读意思。意思读意思是拉三。即个意思音是意思耶稣，但即个无耳科咧，你若有耳科，就要读爱。无依靠就读听，有依靠就读我，无依靠就读我，啊，无依靠读意思。所以这个误会，你若读音咧，有依靠读音是误会，无有依靠读意思就是拉三，我的拉三已洗净啊，我的拉三已洗净，所以拉三就是意思咯，啊，肮脏啊。肮脏，安怎读咧？读音怎样读？阿脏，阿脏啊哈啊！有细汉的时阵，听到阿妈甲阮讲：“哎，这物件阿脏啊，阿脏啊，唔通摕啊！阿脏唔通摕，肮脏不可拿。阿脏啊，你咱拢不听到吼？阮细汉听到阿脏，都是啊，这个肮脏。”伊个意思咧，伊个音是阿詹，伊个意思就是拉三，
这个误会也是拉三，所以我的拉三伊洗净，予伊囡仔入内面。这个囡仔读艺术，因为无依靠读艺术，所以囡仔那是读音呢，孩子，你孩子是茫要听啊，予伊孩子入内面是茫要听孩子呢，无人要听，所以定都要读伊的艺术囡仔啊，音是孩子。意思是囡仔，就是安尼啊，这都是闽南话的趣味。